你说这个大憨呐，我真拿他没办法。大憨呐，假的，你也是假的。你说我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我也是假的。你们两个都是假的。对，假的，假的，你们两个都是假的。大憨，哎，昨天晚上。 你睡觉的时候，那呼噜打的可是有点意思啊！啊，你半夜还打把式，差点把我踹床底下去呢。<笑>行，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喝酒啊，铁汉你也过来。哎，陪大憨喝酒，我一定到。哦，喝酒了，喝酒了，大总管，喝酒了。啊，大总管，曾大人，请你过去呢。啊，我过去一趟啊，走吧。哎。 大憨，最近你身体还好吗？嗯。大人，禁营密探张康在门外等候。哦，赶快叫他进来。是。卑职张康叩见大人。好了好了，不必多礼，起来说话。谢大人。张康啊。 你还记得那个从城西潜入城中的奸细吗？是。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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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把马匹交给你，我们上去看看。小心呐，爷，走。 这怎么会有契丹主力？怎么了？咱们本来就在契丹的地盘上，有他们的主力不是很正常吗？眼下契丹主力都集中在崇州以北，准备休整以后进攻崇州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一支大军躲在山里？他们不是契丹人。啊啊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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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？你要下去？嗯，叔父，太危险了。万一……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干花里拉，在，我们下去。是是，你小心点。 Timothy's. 看看 ，Bacalvisia. How's our news, Gassin? Avent. 看看 ，Where is Gadi? 看看，张华丽拉，在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一定要镇定，切不可莽撞行事。是。 大汗之戒在此，还不下马参加？啊！可汗，清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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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go. 投钱带路。是，尊师请。 在此驻扎多久了？已将近一个月。尊师，可汗的戒指怎么会在尊师的手中？哦，吉利可汗与我是最亲密的朋友。最近，他发现他部下的一只鹰狮不见了。是啊，吉利可汗非常生气，亲自前来查看。 由于要经过汉人的地界，所以才让我来陪同，明白吗？吉利可汗在附近。对，他就驻扎在附近，因而派我持他的戒指前来与尔等接洽。尊师。 尊师，吉利可汗都知道了。是啊，否则他会来吗？尊师明鉴，这都是我们将军哈尔勒听信太子莫绰的话。
这才私自出兵来到激战境内，与末将毫无关系。太子莫出，正是。你们，啊，哦，你放心吧，啊，回去以后我会在吉利可汗面前替你美言几句。多谢尊师。 尊师，这顶毡帐为什么把守的如此的严密啊？是，怎么，你不说实话？尊师，里面是汉人的大将。叫什么名字？汉人的名字末将记不住。这样吧，我进去看看。是，闪开。尊师。 请进，尊师降临，还不起来迎接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何人？回答问题。败军之将赵文慧。哦。 里面是赵文慧将吧？是，一定要将他救出来，否则一旦我们离开事情败露，赵将军性命不保。是，尊师，您还要看看哪里？哦，不必了，我要马上回去上赴吉利可汗。吴骑士啊。 你们这次化妆成契丹人袭击大周的军队，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重罪，可汗陛下非常恼怒。你知道，我突厥军纪一向严明，主帅犯罪全军连坐。几年前的漠渡可汗不就是这样吗？不光他自己被杀，还连累全军都被活埋，这就是前车之鉴。是，是。 末将明白，可尊师刚刚说过，要在可汗面前替末将等美言的。是啊，可是空口无凭，我拿什么让吉利可汗相信你无罪啊？是，尊师，请您吩咐，要拿什么都可以。我看这样吧，你带两个人，押着这名汉人将军。 随我一同去见可汗陛下，见到他你自己分说。你放心，我会帮助你的啊。那好吧，尊师，见到吉利可汗，你可一定要为末将说几句啊。这一点，你放心，啊。好。嗯。安诺，你听啊，来。 尊师，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想让你休息一下啊。走，快点，起来，快点。什么？怎么样了？好，回去再说。将这几个人绑在马上，我们立刻离开。好。 赵将军，你受苦了。阁下，不是契丹人。我是狄仁杰。啊，狄仁杰？嗯。
当朝宰府嫡阁老。正是。末将，末将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当然不是，赵将军，我们马上回转崇州。赵将军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我们马上离开。不好，他们发现了。绕道进山，贺兰山中返回崇州。先生，前面就是崇州城了。哦。好啊，终于又回到崇州了。什么？真不容易啊！这里怎么了，赵将军？这里是崇州。啊？正是，你不知道吗？可是，我们是在突厥境内遭到伏击的呀。哦，那想必是敌人在突厥境内将你们全歼，然后将你押解到此地吧？绝对不会，大军就是在这附近被歼灭的。什么？没错，大人，全军覆没后，末将被俘，我被敌人押解回营，前后路程不到半个时辰，怎么可能从突厥就到了契丹呢？你说的押解回营，是不是昨天夜里我们救你出来的那座营寨？是啊，末将自从被俘后就关在那里，末将一直认为自己在突厥，可是怎么会在崇州附近呢？唐报中说，你们是消失在突厥境内。可是，你能肯定，你们是在这附近遭到伏击的吗？肯定没错。你们借道突厥境内，向东峡石谷迂回。怎么会到了这里呢？是啊，末将也觉得万分蹊跷。也就是说，你们绕道突厥，却走进了契丹的境内，之后全军遭到伏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军中有十几辆指南车，大军行进当中全靠地图和指南车配合，这怎么可能走错呀？赵将军，大人，末将不是赵将军。那你是谁？末将是赵将军的副将黄真。
父亲，看来事情有些不妙啊。可汗，已经查清楚了，尸体共有15000具，都是大周军人的装束。内中有一具尸体身穿周军大将军服色，验看尸身上的冠冕，此人乃是瀛州都督赵文慧。什么？赵文慧？正是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父亲，一个月前，赵文慧曾派人下书，向我们借道，要从突厥过境，迂回到东峡石谷。可没错，可这些尸体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当时就说过，借道会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，可您却说，狄公对您有救命之恩，这个忙不能不帮。怎么样，麻烦终于来了吧？我说，这不会是你干的吧？父亲，主力大军都掌握在您的手里，我怎么可能有权调动呢？您都看见了，除了我们突厥主力之外，还有谁具备这样的实力能够全歼如此庞大的队伍？全歼15000人是一个不小的战役，发生在我突厥境内，你们竟然一点都不知道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打了哈，可汗，最近突厥境内可有战事发生？绝对没有，如今已经入冬，军队正在休养生息。父亲，现在的问题不是谁歼灭了大周的军队，而是此事一旦为大周朝廷所知，我们将百口莫辩呢。你的意思是赵文慧部被全歼在我们突厥境内，您能让大周天子相信这不是我们突厥军队所为吗？那依你之见呢？父亲，这种事情想藏是藏不住的，早晚会泄露出去，而今之计，应当命虎师立刻停止休养，在边境布防，以备不测。那就意味着对大周宣战，我与狄公用友谊换来的和平便宣告结束。父亲，我们是万不得已呀。不可，不可。狄公不管与我还是与我突厥，都是恩深义重，我也曾郑重发誓，今生今世绝不与大周为敌，我不能背弃誓言，出卖朋友，我绝不能这么做。达勒哈，在，立刻命人传书，将此情形告知大周朝廷。是。你是说，赵文慧单骑杀出了重围？正是。当时我军正行进在一片峡谷之中，伏击突如其来，显然敌人早就做好了准备，在那里等待我们。转眼间，前军和后军就被山崖上滚落的巨石隔开，紧接着敌人的骑兵蜂拥而至，我军措手不及，顿时大乱，不到半个时辰便被敌军歼灭殆尽。当时情形万分危急，大将军对我说，一定是有内奸将我们的行动通报给了契丹人，他命我赶回崇州向王孝杰将军禀报此事，末将不肯，大将军急了，对我说，以此情形看来，崇州的形势肯定也是万分危急，一旦内奸与契丹相互勾结，那么东峡石谷的大军也将危在旦夕，他命末将一定要突出重围到崇州报信。那么后来呢？后来末将说服了大将军，将铠甲换给了我，他则穿上士兵的服色，突出重围，回崇州报信。从那一刻起，末将便假扮赵将军，发号施令，直至被俘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黄震呢？你是亲眼看到赵将军杀出重围了吗？正是，是末将亲率卫队一路截杀，将大将军送出峡谷的。可是并没有人看到赵将军回到崇州啊。
什么？赵将军他没有回来？赵文慧率军借道突厥，却误入契丹境内。赵将军单骑杀出重围，却未见回转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将军现在帐外。父亲。可汗。啊，怎么，你们查到什么没有？我遍查突厥下辖的各个部落，除燕齐部最近与高昌发生过一些摩擦，并未有大军征伐。燕齐兵不过5000，不可能有消灭大周军队的实力。孩儿也是这么想。达勒哈，你那边呢？可汗，突厥卫下3个虎师，16个豹师，32个鹰师，共52万人，从未发动一兵一卒啊。什么？部落未动，大军未动，那金山中的尸体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自己飞来的吗？啊？边境和平来之不易，那是用两国数十万将士的鲜血换来的。而今突厥国内有那么一股势力，千方百计要挑起与大周的战争，竟不惜撕毁盟约，置我突厥百姓于水火之中。那个契丹的李进忠竟不顾盟约，公然与大周为敌，这和我国内某些人的暗中支持是分不开的吧？啊？你们以为战争是儿戏？你们以为大周的军队就那么好对付？自隋唐大周以来，大小数百战，哪一场战争是我突厥人最后获得了胜利？你们说。父王所言极是。我们以彼此的诚信换来两国边境的和平，这是双方百姓都愿意看到的结果。难道就因为某些人的一己之私便要将之毁于一旦吗？啊！这么做与几年前杀死使团，企图挑起两国战争的末度有什么区别？父王英明，孩儿忠心拥戴。说拥戴就要用实际行动，不要阳奉阴违，否则会自食恶果。孩儿不敢。好了，此事定有奸人作祟，你们要严加调查。是是。达勒哈，可汗，你持我大令，深入各师详加查看，看看是不是有人私动大军妄开战火。是。出什么事了？这是突厥送来的牒文，您看看吧。出大事了！啊！背叛，无耻的背叛！说什么赵文慧部神秘失踪，原来都是突厥人干的好事情。几年前，突厥吉利可汗与朕执手为盟，两国修好，永不言战。想不到他竟与契丹勾结，率军伏杀我大周军队，真是罪该万死。请陛下息怒，
臣以为事有蹊跷。什么蹊跷？如果吉利可汗真的率军伏杀我部，又怎会派人具表将此事告知朝廷呢？这种事是能够隐瞒的吗？吉利可汗这样做无非是假仁假义，摆摆姿态罢了。你怎么还不明白？陛下，臣以为事实真相绝非如此。事实就是突厥已与契丹相互勾结，共同与我天朝为敌。陛下请想，如果吉利可汗真想与我大周开战，那么他在歼灭赵文慧后为何不同契丹共同出兵？再退一步，王孝杰部被全歼，崇州危急，如果吉利可汗真想开战，那么他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出兵协助契丹攻打崇州，更会趁此时机攻陷离突厥最近的凉州、云州和代州。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与突厥的边境非常平静，未闻金鼓之声。简直，你这是在为突厥人、为吉利可汗开脱吗？微臣不敢，只是据理辩白，望陛下明鉴。突厥虎师精锐之旅，一旦我们不慎将其逼反，那么我崇州将面对契丹和突厥联军60万众，此事非同小可，请陛下慎思。陛下，詹阁老言之有理，请您暂息雷霆之怒，从长计议。朕从不轻言用兵，但事关天下安定，就是再危险，朕也绝不退缩。陛下，以臣愚见，狄大人现在崇州，而且他与吉利可汗的关系非同一般，是不是可将此事先告知狄公，命他调查清楚？如果吉利可汗真的违背盟约，我们再战不迟。好吧，简直，事关者大，你亲自前往崇州，面见狄怀英。是。然而，对于突厥，我们也不能毫无防备。昌赫，臣在。即刻传旨，关闭与突厥所有榷场，调左右龙武卫主力，开赴边境，以备不测。是。可，陛下，这就相当于对突厥宣战呐！哼，你转告狄怀英，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是。大恩不言谢，吉利在此，以我先人之名发誓，今生今世绝不与中华为敌。若为此事人神共弃，突厥男儿讲话一向掷地有声。这枚戒指我赠与大人，从今日起，凡突厥国内任何人见大人，如见吉利。陛下，人老多情，但愿臣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陛下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叔父。叔父。那如燕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一枚戒指。戒指？形状这么奇怪的戒指还真是第一次见。如燕呐，这可不是一枚普通的戒指，你看看这三个虎头，代表了突厥国内最为精锐的三个虎师，一只飞鹰凌驾其上，代表了突厥可汗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哎，这戒指怎么说的都是突厥的事儿啊？因为它是突厥吉利可汗的戒指。可汗？那就是突厥皇帝。
也可以这么说吧。哦，那他怎么会在你手里？这是多年以前在幽州吉利可汗送给我的。哎呀，叔父，您真是太了不起了。什么？突厥皇帝把戒指都送给您了。如燕呐，那是因为我和吉利可汗是好朋友。哦，我明白了。那天夜里，您之所以那么顺利地进入突厥人的大营，就是因为这枚戒指。说得不错，这戒指相当于我大周皇帝的玉玺，它代表了吉利可汗在突厥军中的威仪。哎，如燕呐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有事吗？您猜猜。你这个小丫头，让我这老头子凭空猜测，你拿我当神仙不成啊？哎呀，你就猜猜嘛！哎，只有一次机会。元芳醒了。叔父，您太棒了！是啊，元芳她醒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她。哎。后来的事情就是这样。哇，真是多亏你们二位。哎呀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元芳啊，你受伤之后真是把恩师急坏了，一天要来看你三四趟。还好你终于醒过来了，恩师说要不是你的功力深厚，这次恐怕很难过这关呢。元芳来了。恩师。大人。元芳。元芳啊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大人没什么，只是一些皮外伤，过不了几天就好了。啊，元芳啊，我要谢谢你啊！要是没有你，此事至今还是一片混沌呢。以大人之能，就算没有元芳在，也必能在混沌之中发现光亮。李将军真是大义大勇之人呐！若不是他，我和凯固早就沉尸客店门外了。元芳兄弟啊，我李凯固没佩服过谁，但是对你啊，我是打心眼里100个佩服。行了，凯固兄，别捧了，我这浑身直发冷。恩师，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给元芳说了一遍。哦，元芳啊，而今事态的发展是越来越复杂，竟然连突厥也牵涉在内，一旦此事处理不好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大人，现在该做什么？恐怕我要去一趟突厥。去突厥？那崇州怎么办？邱大人，在。你原为崇州刺史，对崇州的民生政事、军务城防都非常熟悉。我走之后，崇州之事由你来代理。大帅，这卑职是戴罪犯官，没有朝廷设旨，恐怕难以担当此任。哎，否则于大人不利呀。本阁有皇帝所赐便宜行事圣旨一道，今天就以他为凭，免尔之罪，代行崇州刺史之职。明日到任，不得前言。谢大帅信用之恩，秋静感激涕零，万死难报。邱大人，你受委屈了。待突厥之事完毕，本阁便具表进京，替而免罪。谢大帅。李凯固。大帅，你率军哗变，以犯军规，按律当斩。大帅之罪。然念尔为义所趋，情有可原，且与破获王孝杰逆党有功，因此便免去你的死罪，暂留帅府听用。谢大帅。待明日崇州之事处理完毕，便立刻赶往突厥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
怎么样了？狄仁杰已经回到了府中。大姐，事情有些不妙啊。狄仁杰怎么会找到青石谷？真是奇哉怪异。而且这些笨蛋竟然相信狄仁杰是吉利可汗的使者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。那是因为狄仁杰手中有吉利可汗赠给他的那枚戒指。没想到破绽竟出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大姐，狄仁杰这个人太难斗了，他可以从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上寻找我们的破绽，简直令人防不胜防。是的，在幽州我们就是这样失败的，这一次绝不能重蹈覆辙。仙儿，此事已露，我要马上赶回突厥，面见莫绰商量对策。这些日子你要通知每一个人蛰伏待机，万万不可露出马脚。一切等我回到重州再说。是。这是在金山中发现的赵文辉部所有的辎重还有甲章。嗯，把这些东西保管好，派专人看管。嗯，一旦大周朝廷需要，立刻遣人送还。是。可汗，怎么样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报事的巡防队长告诉我，一个多月以前，他率巡防营在我突厥与契丹的边界附近巡哨，发现有大军移动的迹象。这个巡防队长曾将此事禀明了当时的统帅莫绰太子。果然是莫绰。听说此事后，我马上查看了契丹附近的所有驻军，只有哈日勒将军的一支鹰师驻扎在那里。哈日勒？正是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哈日勒好像是莫绰的姻亲，他的妹妹嫁给了莫绰，是吗？可汗脑子好极了，正是如此。惊蛇，你即刻率人到哈日勒的鹰师查看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报。是。Thank you.
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